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我是胡福骑射。今天给大家做的这款可动人偶呢，对我这个年纪1977年出生的人来说呢，它是出自于叫《饿狼传说》。那可能晚一点出生的朋友可能就会说啊，这是来自于《King of Fighters》拳皇。那更年轻的朋友可能觉得它是来自于《王者荣耀》里头的不知火舞这个人物啊。那他的话呢，致敬了这个造型，但是名字的话呢，还是要规避一下，所以他们取了一个名字叫龙眼舞。那么他的话呢，我把玩了几天之后呢，跟大家说一下我的感想好了啊。首先呢，他，在肤色上面，可动人偶，而且是女角的话，在肤色上的处理是很重要的。那么整体来说还算行，但是呢，在这个胸上这里，还有这个肩膀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很明显看得出来是稍微有点偏红的。烫伤也不能烫到这儿啊，因为到底被什么东西烫伤就不知道了。那么第二个小缺点的话呢，是它所附带的面雕啊，它其实它面雕的话呢，默认是只有目前脸上这个，还有这两组，这是比较偏卡通的一个造型。我们直接以这个造型对比呢，它还有另外多附带了3颗比较所谓的写实化的面雕。单纯这样看呢。青椒萝卜各有所好。其实我本来还比较期待类似于真人版的一个面雕，但实际上换上去之后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其实有一点格格不入。那我们对比一下这个扎眼的这个造型，我们可以给各位看一下啊。实际上换一次给大家看好了。那它的一个替换的话呢比较简单，前面的这个假发给拿掉，后面这个取下，然后呢再把这个头呢直接往上拔就行了啊。那我的手捏在这里的话呢，是真的，它是有做出那个头的啊，然后很容易就会走光。那至于为什么走光呢？因为胸部太大啊，我不是开玩笑的，因为胸部太大所以容易走光。那待会的话呢，就可以给各位展示一下为什么容易走光啊。来，这个是它换上了比较偏真人的一个造型，实际上单纯看脸没什么问题，但是由于它整身的比例来说还是比较偏卡通化 2D 的感觉吧，所以其实它所附带的这3颗透雕在我看来呢，其实只能说多一个选择啦，但是加分我觉得没有加到很多。所以在面雕的部分的话呢，我个人就觉得所附带的加的分数并不多。那我给各位再替换成另外一个，这换回卡通的造型啊，比较说 2D 化了这个造型，我们把这个头呢给扣回去。那这个你看我们也是很辛苦啊，拍个影片啊什么的，还要一直趴妹子走光，我们也是佛心来的，对吧？好了，然后这个是闭上眼睛的一个造型，但其实你看到嘴巴张开，你不要看你的妹子眼睛闭起来嘴巴张开你就要行动啊，千万别啊。这个这么小的洞，我想你也不能干什么，对不对？这么小的洞当然是有原因的了。它所附带的扇子的话呢，有2把是合起来，其中一把这里有一个凸，它是要让我们呢去把这个，把它嘴巴堵起来用的。这个呢就可以有一个把扇子含住的一个形象。那对比一下这一把，上面是没有凸的，所以没有凸它是含不住的。那它的话呢，主要是要重现这个游戏里头一些画面吧。那我们把这个手指啊，这个是握拳的，把它拿下来，它有一个手指的一个造型，手指那个造型在这。这个手指造型的话呢，只限定于在左手啊，所以说右手是没有的。那么它的一个，各位应该记得它是有一个必杀技嘛，对不对？这样子，好像吟唱忍术一样的，然后会有火焰冒出来。那这个大家都喜欢不知火舞，你们应该都很熟悉了。那么这只手的话呢就是限定只有这里咯。那我现在要抱怨的就是什么呢，其实呢他这个把扇子含在嘴巴里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细节的表现，但是我真的是强烈的希望，因为只有这一张脸是可以含住扇子的。当然真人版的话呢，这个嘴巴也是有微微张开的，拜托各位不要马上付诸行动。那比较可惜的就是像它其实有很多的必杀技呢像是超必杀忍风啊，或者是必杀忍风啊，这些招式的时候呢，其实也都是把扇子呢含在这个嘴巴，甚至有一些就反正很多的必杀技都是这个镜头的啦。所以你只附带了一个嘴巴可以摇住扇子的脸，真的是太少了。你眼睛张不张，什么表情我觉得都无所谓，你就是不要完全闭着眼睛张开嘴巴，对不对？我不是那么随便的人。
好吧，那附带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可以握住扇子的这个手掌，那握住的力度还可以啊，基本上不是很用力扯，是不太会掉的。那我们就暂时的呢，我再把它换回它原本的一个默认的那张脸好了啊。那各位看我这样子反复的替换啊，就知道说它这个玩具的一个结实度是还相当不错的啊。据说这是什么海牛的素体，是不是？我个人是对可动人偶的话呢，没有那么多的研究，就看着喜欢啊，就入了而已。那这一款不知火舞最大的卖点是什么呢？就它可以动啊。其实不知火舞的这个景品啊，一些 PVC 啊什么的，其实也不算少，但是都不能动。那当然漂亮归漂亮，但是少了摆动作的一个。当然你要买那个包胶素体，那就另当别论，我们就不在话下了。那配件也跟各位都讲解的差不多了啊，我们就看到本体了。首先它的头发是可以动的，但是这个头发是比较简单一点，这个我讲难听一点，这个大概跟扭蛋的等级差不多啊，真的是。然后再来面部的话，这个是比较卡通化的造型，个人觉得跟它这个玩具的本体比较有搭了。再来它身上的衣服是真的是布料做的，那这个就有点意思啊，就我觉得是可能这一次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那么它的这个布啊，我必须要说一下，如果你在网络上你去买不知火舞 cosplay 的衣服，其实很多都是乱做的。这一款是真的是做真正的不知火舞的造型，它后面应该是这个是应该是到哪一拳，应该是拳皇不知道几代之后，它背就是裸的。那前方的造型真的是这样，至少不管是背有没有包起来的不知火舞的衣服，它的腋下这里一定是空的。那很多网络上的这种 cos 服其实都是情绪服而已，它这个地方都是连成一片，剪裁都是错误的。这个布的话呢也是可以掀开，然后我先帮各位检查一下，我怕它走光了。哎，真的呢，还好。那它的掀起来之后，下面是非常布料是非常非常细的这个小钉在里头。那如果它的这个里面这个大概多细呢，换成真人比例的话，大概是两指宽的布料而已。这个比喻相信各位应该觉得很生动吧。那背后的话呢，就没有任何的布遮起来。那你可以看到它的臀部，就是坐在腿上这个臀部，其实这个线条看起来还不赖。那我一定要提一下啊，不知火舞的这个造型千万大家不要 focus 在胸部。我觉得这个人物其实最漂亮是在他的臀部，他的臀部才是灵魂之所在。不要一天到晚朝着胸部去拍，其实不要一天到晚朝着胸部拍，真的是没有什么意思。他最好看的还是臀部的曲线啦，个人强烈的这么觉得。然后下半身各位可以看到一样的这种稍微有点偏红的这个肤色，不知道为什么时不时的出现。那么他的胸部跟下方这个就是哺乳器官跟生殖器官的外形是有做出来的，是有做出来的。我就这样讲就可以，因为我不想节目过不了审。然后看一下各位太太可动啊，然后头发可以动，头是球冠嘛，360度的转动没有问题。替换手掌啊，这个关节都还算紧实。那脚的可动的话，往前往后踢，往后踢局限很大啊，被自己的臀部给限制住。再来，他的脚踝啊什么的可动算是很好，这个地方这个窝啊做的上是非常性感。那后方的这一块这个造型，我个人有个小疑虑，我个人一直以为它后面这个应该是一条红带子白球，然后跟白带子红球应该是做两条，我觉得会更好看，会好看的非常的多。那但是呢，以这么体型的玩具来说，我想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缺点，而且我是觉得可以再做长一点。里头虽然有一个这个铁丝什么，但是我觉得支撑力度稍稍的还是不够长，这一段也可以再做长一点了。大家好像听我一直非常多的，这个对了，提了，这个胸部啊，这个布料因为胸部太大，你只要身体呢往侧边多转一点点的话呢，这个乳头就会从衣服里头跑出来，这个就是胸大的缺点啊，这个是完全体现了这个东西的困扰。非常容易走光的玩具，随随便便就走光的玩具。你看我一直护着他的一个身体，就知道我是并不想这个节目不能过审。那整体来说的话呢，可动可以出玩，然后替换的部件比较有点可惜。那么我会比较推荐安装
这个是卡通形态的脸，可能比较适合它。那最大的卖点可能是它是一个布做的衣服，还有它是一个可以动的不知火舞的人偶，这算是比较稀奇的，比较少有的了。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进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